这次音乐会呢，其实呢，主要就是以送给母亲的歌，然后唱一些我们小时候可能常常听母亲唱的歌，或是我们唱给母亲听的曲子。那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特别挑了几个音乐剧的曲子，比如像Proud of a Boy，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觉得整个音乐会里面就大家也没有听过，然后是比较特别的，所以希望能够通过类似这样的歌曲，然后在音乐会里面呈现，然后给大家一个难忘的一个音乐会。这次音乐会因为主题是母亲节，那自己快要成为母亲，所以在曲目上啊，或是整个音乐节目的一个编排上面会有蛮多的感触。也就是说，我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。除了有歌唱之外，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两位主持人兼这个演员，他们除了演主持之外，他们还身兼的就是串场演戏的这样一个角色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节目就是也是比较多元化，就是除了有歌唱音乐之外，还有戏剧的呈现，能够让观众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一个讯息，就是从戏剧当中让观众觉得更活泼、更有趣一点。希望可以有非常多元多样化的曲目当中带给观众一些感动。大家好，我是汉宇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华。那我们的音乐会《母亲教我的歌》即将在5月8号星期五晚上7点的工业银行音乐厅举行。然后我们会唱一些有关音乐剧或是艺术歌曲的歌，还有一些母亲小时候可能唱给我们听的歌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莅临欣赏。谢谢，欢迎大家。谢谢。